社会公义，以民为本，民主民生，地区事务，人民力量，节目主持陈伟业。朋友，各位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我是人民力量的大舅，在这里呼吁大家接下来的星期三到星期五参与围攻立法会这个的行动。因为政府最近虽然呢说押后、这个递补方案的议读，但是政府这个手段是用拖延的手法来令到市民淡忘他们的愤怒，同埋咧用時間嘅拖延咧，令到大家咧係呢個嘅疏於防範，所以呼籲大家，我哋一定要加強呢一個嘅力度，迫使政府必須要全面無條件地撤回呢一個嘅剝奪香港市民政治權利嘅遞補方案，同時亦都必須要要求林瑞麟呢個嘅無能嘅官員，呢一個嘅不斷啊喺度欺凌同埋欺骗香港市民嘅官员要立即下台。所以呼吁大家7月13至到7月15连续三日参与呢一个嘅围攻立法会嘅行动。我系大舅，多谢。